听这个前奏，知道吗？哒哒啦滴滴滴滴滴啦啦啦，哒啦啦滴滴滴哒啦哒啦哒，哒哒啦滴滴滴滴滴哒啦哒，哒啦滴啦哒哒哒哒。对，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肯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写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的祝福你，深深的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这个，今天呢，咱们聊点事儿，主要呢聊聊中国足球小将这个来北京啊这一周年，啊，也就是说呢，这一年前呢，此时此刻呢，这个十几个孩子呢，从全国各地啊，来到了北京。我们经常说这北漂啊，一般呢都是上大学就开始。你考上北京大学了，北京的大学啊，不是北京大学，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哎，你可能离家来到陌生的城市。那时候呢，怎么着也得有个十七八、十八九了，是吧？那时候也不用父母陪了啊。那么呢，中国足球小将呢和这个清华附中马约翰班的合作呢，就是孩子大概在十岁开始就来到了北京啊。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呢没法自己来北京，这个相对来讲呢毕竟还小啊，所以得家长来。那么家长来呢就面临着什么问题呢？第一，也有的家长以前呢在原来的这个城市啊有工作，对不对？那么为了陪孩子怎么着，这一家父母得来一个人。另外呢，你要孩子来啊，孩子呢就集中住宿，是吧？但是你家长来了呢，家长没法跟孩子一块住宿啊，啊，就得租房，哎，得租房。这一租房不要紧，这生活成本就上去了。在北京啊，在这个这个叫北五环那边，中关村那边，是吧？实话说呢，这房子也不便宜，是不是？房子也不便宜。有人说天海够呛了，够呛就够呛吧。这个东西啊，我只是觉得呢，就是这都是自然的，啊，
你包括天海的打，这天海之前有多少俱乐部也是活不下去了，对不对？这个一个俱乐部的倒闭，啊，或者一个俱乐部的难以为继，这都很正常，就跟人有生死是一个道理，对吧？有的人可能活到80、90，有的人可能呢15、20，这都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呢，这算命里该然。那么你呢，从这个中国职业足球的角度来讲呢，职业足球就三件事儿：有钱、敢花、花对，对不对？你这个俱乐部想要在成绩上有更好的体现，有没有钱？这个事儿啊，全世界都是这样啊。你要曼联没钱，曼城没钱，照样倒闭，对不对？有没有钱？第二一个呢，敢不敢花？也有的人有钱，他不敢花，啊，有的人呢，没那么多钱呢，也敢花。然后呢，能不能花对？这就是一个学问。你比方说你女朋友过生日，你有没有钱？有钱，敢不敢花？敢花，给她买礼物。关键你买对了吗？对吧？你花3、4万块钱，你买个包，你买个瓦萨吃，啊，但是他喜欢爱马仕。啊，这不就一下就满顶吗？白花，对不对？你要不然没钱，没钱你就没法给礼物。要不你有钱你抠，对吧？像小一的朋友基本上是抠。我从什么地儿能看出来呢？就是在小一上的这些朋友，因为跟我比较熟了，他们觉得呀这事儿啊没有那么，就像熟人一样，就应该的，是吧？他们不是说不花钱，花不花钱都是次要的，就连个点个赞，都非常的拘谨，啊，非常的吝啬。小姨的朋友，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我只是说大部分啊，有一部分朋友真的很棒，不仅从小姨去了小抖，而且呢还在小抖上给我留言，啊，还主动的为小抖上的不熟悉中国足小将的朋友来介绍。啊，来介绍啊！像这样的朋友，将来我祝你第一发大财，第二找一特别好的工作，你一定可以找一特别好的媳妇儿，生活特别美满，两个孩子，一条狗，一个院子，一幢楼，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朋友的未来啊，也可能5年以后，也可能10年，也可能15年啊，因为这样的朋友呢，他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啊，他愿意给对方回应啊。凡是陪伴过我的人，啊，他愿意呢给这个人呢一定的帮持，是吧？小斗的朋友呢就比较，琢磨不透啊，就像我这个在小斗上，我这脸太白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能够调黑，啊，现在等于说我在小斗上是一个白面书生，啊，我在小一上基本上是一猛张飞，这是两个不同的平台。啊，不同的这个属性，那么你要说是平均的知识文化结构，应该是小一啊，我感觉微微的要略胜一筹，啊，比小斗啊要略胜一筹。这个也不怪你们，主要就是说呢，小斗这个平台上呢，像有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啊，不太多，啊，基本上都是搞笑的，哈哈一乐，15秒、20秒，对吧？也没什么太多的这个特别丰富的内涵，但是呢，满足了大家最基础的娱乐的诉求，啊，至于说什么思想性是吧，文化性，这都不重要啊。所以小斗的朋友呢，久而久之啊，就是他会呢，随着那样的一个审美啊，就逐渐的呢，就陷入到那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了，啊，其实小斗确实需要我这样的人进驻。哪怕都聊足球，但是我聊的一定要深刻一些，一定要有一点内涵，啊，而大部分的足球的呢，基本上就是猎奇，啊，猎奇呀，然后就是这个球场上出了点什么事儿啊，完了这再不就是这个各大俱乐部的追星啊，对吧？球星啊什么的，啊，没有点内涵不行，得有二次创造。这个二次创造啊，也不是说就是。横平变竖平就叫二次创造，是不是？那你说那个东西
简单啊，得有思想，得有语言的二次创造，好吧？虽然说小岛上的观众啊，这个不多，因为什么呢？第一，他这也没有预告，他入口很深啊，也没有预告，反正也一般人也不会往你主页上来，什么时候推荐刷刷刷刷三小时，对不对？小一的朋友呢，就有就有，没有拉倒，没有就睡觉，是吧？就这样，祝你一顺风啊，是吧？所以呢，当然今天也随便聊聊。我看呢，这个因为有疫情的关系呢，有一些朋友也开始做直播了，啊，我看我们那个群里边，我有好几个群，我退了能有我退了能有七八个群了，现在手里边还有六七个群，啊，就是球迷，有的群呢活着已经死了，对吧？400多人，已经有300多天没说话了。但这400多人还不退，你说他妈邪不邪？你就退了不就完了吗？是吧？大家一哄而散，不退，就在这挺着。我操，看谁最后，啊，最后是谁能扛到最后谁赢，啊。然后呢，这有的群呢就是不错啊，有的群呢就那么回事儿，啊，有的把800年前的一视频发出来了，快看，真他妈精彩！我一看，我看着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还没买房子呢，啊，就差不多，嗯，所以人和人是不同的，啊，打广告的去死，说这有啊，就镜头反了是吧？这个打广告的这事儿怎么解决呢？啊，这镜头怎么反呢？哎呦，保存。我都弄不清楚了，我都忘了这个一直播这个是怎么掉镜头呢？我都忘了，整不明白了，是怎么掉的镜头呢？上面下面来着，整不清楚了，是反的，我这是右手，但这是左手，这就是反的。行了，反就反吧，行吧。我这个我这些这个什么什么这什么都没了，这全都是打广告的呀，这都是赌球了吧，赶紧给他拉黑了就完了呗，是吧？把这个，哎呦，太黑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天海这个俱乐部啊，虽然说零元转让，但是这个不好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人家养一媳妇儿，是吧？养了几年了，现在说呢准备转让了，白给你。但你别忘了，他这媳妇儿第一，他这每个月开销你受不了啊。是吧？你说你接过来了，是免费接过来了，但你养可能养不活呀，所以这个事儿不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呢，有钱呢就继续做，没钱呢就别弄，何必呢？对不对？你说何必呢？本来这个俱乐部啊，最开始这个，叫什么宿玉辉啊，就是传销那个，他弄的就是不明不白，所以到最后呢也弄不清楚了。再有一个呢，就中国的职业足球啊，现在啊，花钱花太多了，就是溢价溢的太高了，真玩不动了，玩不起，真的玩不起了。像一年6-7个亿、7-8个亿，这可能还得保级。你说这个谁能玩得动啊？对吧？那你说这钱都花哪儿了呢？都主要都花在外援，然后内援，然后这个工资、奖金、签字费，主要是这一块。啊，其他的你比方说一个俱乐部开销可能人吃马喂，然后去客场，然后这个吃住行，就这些其实呢也是一大笔钱，但是呢不至于说让这个俱乐部底儿掉。就像你拍个电影，最后大笔大钱呢都花在请明星上了，拍一个电视剧，拍一个综艺节目啊，大钱基本上都是给人了。那你说这个人值不值这么多钱呢？实话说呢，在中国呢，这个市场啊，并不是说这个特别的有序，啊，有的时候就进入到一种啊比较
比较混乱的竞争当中，啊，你比方说这头几年的这个真人秀，是吧？跑男跑女的这些，那他们那参加一季，那都得给2000万3000万，啊，一个人呢，就得是这数。你要配个十几个明星，你这节目你想，那谁受得了啊？对吧？等于说六七年前呢，中国最花钱最多的综艺，一期100万。六七年前啊，一期100万，那已经是让人家瞠目结舌了。我在北京卫视的时候，一期8万，啊，一期就8万块钱就把这期节目做下来了。但是呢，那时候呢，最牛的叫深圳卫视有一个节目叫《年代秀》，啊，有没有深圳的朋友经常看深圳卫视《年代秀》？那个节目呢，就是打破了国内的综艺的单集的投入100万。啊，100万呢，100万意味着什么呢？就说，可能你要请个明星啊，请一个明星去参加那个节目，可能得给个10万8万的，一期啊，啊，他请五六个明星，这花6-7十万块钱，啊，然后呢，剩下20-30万，灯光舞美啊，棚啊，后期啊，这些，你想想，从那个时候一期100万，啊，到前两年的这个综艺节目一期。没个2-3千万可能都下不来，所以就这么一个涨幅。所以你可以尽可以想象，其实中国职业足球和中国的这个综艺啊，走的是一条道路啊。实话说呢，一根就是一棵树上结不出两种果子，你没听说是一棵树上这半俩结苹果，那半俩结梨，不可能啊，这边俩菠萝，那边俩榴莲，不可能。啊，你也不可能说一个鸡，啊，一个鸡呀，啊，头是鸭子的，啊，身子是鸡的，尾巴是凤凰的，不可能。啊，所以在中国呢，很多的事情其实是相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基础的东西啊，基本面是大概其一样的。你比如说，收视率导向，对吧？这是电视收视率导向。足球呢，成绩导向，对不对？然后呢，收视率靠什么呢？靠明星。那么球靠什么呢？靠球星，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就竞争，啊，我要把你，我要超过你，我要弄死你，啊，湖南卫视要弄死江苏，江苏要弄死浙江，浙江要弄死北京，北京还瞄着湖南。啊，这弄来弄去呢，就是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资源的争夺，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明星啊，在答应上这个台了啊，给200万一集，那我给250，那边说300，这一起来水涨船高。那个时候赵本山啊团队跟北京卫视合作，那个时候在6-7年前2000万。啊，先给人2000万，然后人家才能把嘉宾派过来。为什么说我那时候，把那帮都给采访了？赵本山、刘晓光、什么赵四、什么刘能、小沈阳什么的。为什么呀？那就是拿资源，啊，北京卫视当时要跟湖南啊、跟江苏、跟浙江干，怎么干呀？干不动啊！人家湖南有快乐大本营，啊，人家有这个天天向上，江苏有什么非诚勿扰。浙江也不有什么乱七八糟，北京这不是北京卫视没有什么东西，啊，就用点访谈，啊，就我做了一个伟伟的访谈，北京地区收视率，9点多，啊，全国大概是2点多3点多吧，将近3，那已经是放卫星了，平常没人看，没什么人看，啊，那个时候啊，现在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找角啊，什么角大呢？就是做节目做两种人，啊，有收视率。第一种就是当下的明星，啊，就最有影响力的明星啊。你比如说，这个谁呀？这个赵本山，啊，赵本山那就算就是明星了，那当下的明星了。那个时候啊，最火的赵本山。还有一种节目呢，做着有收视率，但是就是实话说呢，就是死人死了。已故了，死了，啊！你比方说邓丽君，啊，邓丽君，啊，做一期节目，
你说你把邓丽君请来，请不来呀，也请不来呀，怎么办呢？一会儿就把他姑姑还是叔叔，反正还不是他，基本都七大姑八大姨给请来了，然后在那个跟他曾经接触过的人请来，然后呢再把几个模仿他的人啊请来，大陆的什么小邓丽君什么的，反正凑一块儿，啊，好像每年呢邓丽君去世纪念日啊都他妈录一期节目，光我在那就录了2次，三还不三次，啊，所以就是呢老百姓。啊，第一呢看明星，第二呢看谁死了，你说是不是？你琢磨琢磨，你看是不是？你们小斗的朋友，是不是？要不然就大明星，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谁死的，啊，就做这个。所以当时呢是把这赵本山这团队给弄过来了，啊，就是包了，啊，打包，啊，给你个2000万，然后呢你随叫随到，啊，当然就是徒弟啊，不随赵本山不可能随叫随到。徒弟，啊，徒弟。那韦唯那节目为什么收视率高呢？按说韦唯当时也不算是巨腕，但是韦唯啊，他那个节目好在哪儿呢？就是聊他婚姻，啊，人呢都愿意说婚姻，啊，哎，就是两口子怎么认识的，啊，然后呢怎么相爱相杀的，因为那个时候呢，节目电视节目呢基本上都是，中年妇女，啊，月薪2000。啊，45往上走，啊，主力的收视人群是这个，把这个大姐大妈给控制住了，基本上你收视率就没问题了。至于说老爷们儿、小伙子，这基本上就放弃了，啊，根本也争取不过来，啊，但也有那些八卦的老爷们儿，也有娘吧唧的，也可能会过来看，啊，所以当时呢，就是韦唯那期为什么高呢？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他带了三个儿子，带仨儿子呀，仨儿子全是混血，好家伙啊，往台上一坐，你一看这一下这调台调到这儿就懵了，啊，这三个小伙子怎么这么漂亮啊？混血的能不漂亮吗？本来就长得就漂亮吗？因为他当时韦唯的那个老头啊是德国人，啊，所以呢主要就聊，你想着一个跨国婚姻。再加上带着三个特亮的这个混血儿，那节目我说句老实话，甭说我去主持了，你千挑狗坐那儿，这收视率也低不了啊。其实主要还是靠嘉宾，明白了吗？啊，所以这种当时这种综艺呢，那个时候还是不算太惨烈，到后来就非常惨烈了，非常惨烈了。最开始呢，有一帮啊这个艺术家，告诉说操，永远不上这个综艺节目，太 low 啊，太 low 啊。为几个臭钱啊，到那儿他妈玩玩游戏啊，玩什么吹乒乓球啊，玩就反正各种这种最 low 的这种游戏啊，猜字儿啊，猜谜语啊，一个比划一个猜，这他妈谁能干这事儿啊？啊，但是呢，后来为什么纷纷的都去玩综艺了？还是钱多，拍电影呢也不拍电影了，去这个做综艺去了。说相声的正经也不怎么说相声了，纯混，都去主持啊玩综艺去了，对不对？包括一些艺术家，所谓的艺术家，所谓的学者，啊，也都奔着综艺去了，给钱给的确实多，给钱给的确实多，啊，其实呢，如果呀，中国呀，就是这个，就卡了是吗？这哪儿卡了？嗯？啊，真的，还真是，是小一卡了还是小斗卡了？现在好了吧？你听我说啊，就是如果只是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是个规范的市场，啊，各方面都很规范，比方税务啊，包括个人收入啊，然后包括财务制度啊。啊，包括这个监管呢，如果都很规范的话呀，其实也到不了这一步，也到不了这一步啊。咱们这个呢，就是说没什么监管，就是这笔钱啊，反正最后也不知道这钱反正花出去了，最后到底都到谁那去了呢？这事儿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事情啊。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艺人，对吧？我来参加这综艺节目，按说呀。
你给我2000万，我就能来。你给我2000万，我就能来。其实，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中间人吧，跟你说你要3000，哥们儿，你要3000，完了你返我800，行不行？我帮你去说3000。哎，这就门子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人去跟这个电视台说，他必须得3000万才能来，要不然不来，因为哪个台也要他，给他3200。那这边一批说行，给3000吧，那边拿着3000，返这哥们一800，所以呢，就是这种，对吧？足球领域里边也这样，啊，买外援收回扣的，内援收回扣的。你说这一个破他妈内援怎么能值1亿呢？我操，这哪1亿？最后可能也就是俱乐部，你这卖了1亿，俱乐部可能拿了3000万，剩下7000万哪儿去了呢？谁他妈知道哪儿去了？对吧？谁知道哪儿去了？是吧？所以呢，有很多俱乐部老板是被蒙了，啊！但是我聊过，老板为什么不弄这中间这些人呢？因为这都属于什么呢？污点证人，对吧？你老板，你肯定干过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怎么冲的超啊？啊？那最后那几场球你是踢出来的吗？你是买出来的，对不对？你平常你有一些裁判接待的费用有没有啊？有，这些事儿是谁办的呢？经办人办的，所以经办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拿着你这老板，你弄我，我就把他点喽，我掀桌子，咱大家谁也别过。所以你说老板厉害吧，有钱吧，哎，他也受制于人，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哎，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国傻逼多啊，就是什么傻子呢？就比方说呀，这个企业品牌。他呢，比方说我有1亿广告费，我要冠名，啊，我要冠名啊，我要那个我要你给我调查调查，啊，哪个节目啊我能投钱，我要做广告。那么这个呢，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推荐呢，啊，说哎这个人行，这个人行，这个人行，这个谁，这个行，这个老板呢就凭他的感觉。为什么中国很多的综艺节目请的人也，明星也很大，最后都死了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合适。但是不合适呢？为什么是？电视台也知道不合适，但是为什么说不动呢？因为金主爸爸就喜欢这个，他就喜欢这个人，就喜欢这个女的。可是这女的明显不适合综艺，但是呢，那谁管呀？怎么谁给钱谁说了算呢？资本最大。你说对不对？最后把这人请来了，请来了，钱挣走了，老板挺开心，但是白投了，打水漂了。老板心说：“操，反正也不是我的钱，都是股市里边割韭菜割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最后进入了一个循环，啊，你最后弄来弄去，你发现是谁出的钱呢？韭菜们出的钱，这就是游戏，明白了吗？”哎，所以呢，一定不要做一个韭菜，好吧？来，一起唱个歌吧，好吗？小薇会唱吗？小薇会吗？哎，咱们这么着，咱们那个抖音这儿的，不是这个。一直播这儿的呀，你们往抖音上移动一下看看，咱们把抖音这边人数往上走一走行吗？好吧，抖音这边我应该说我比一直播这边涨得好一点。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
偷走我的心。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是吧？所以呢，当这个你永远不要唏嘘，说有一波这个中国的职业球员怎么有可能要下岗了，或者有没球踢了。其实坦白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已经是人生赢家了，因为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就是你职业球员，你把它当做职业，你当然希望有更高的收入，对吧？这个很正常。但是他们呢，实际上是正好赶上了这个所谓的中国职业足球的泡沫，正好赶上了。就跟当年呢，这个中国股市一直冲到6000多点啊，有一波人呢就在股市里边就拿着钱就走了，这都是聪明人啊。也当然也有很多老百姓都给套路了啊，因为我不懂股票，但我知道就在这个比方说顺义啊，或者是这个昌平啊这边啊，5000多万的别墅啊，人那哥们儿以前就在中关村装电脑的啊，这两口子啊很年轻，在最开始在中关村租一摊修电脑啊，后来呢就进股市去了。进股市正好赶上07年吧，06-07年的中国那个股市大牛市啊，挣了1亿多啊，小年轻28-29啊，直接就金盆洗手，买了一个5000多万的别墅啊。我去过他们家送东西去，送快递去。不是，就是别的朋友啊托东西，托我带东西给他啊。我一到他们家，我一看，我这挑高40多米啊，就那个就一进门啊，往上一看40多米，你知道吗？要往上爬去爬多长时间。哎，像人那个就是，哎，这一辈子拿下完事儿啊。大部分人苦哈哈还在那儿，今儿买进的明儿买出的，是吧？都给套那儿了，人家走了啊。这就聪明啊。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职业足球呢发展到今天，最亏的是郝海东、范志毅他们啊。当然范志毅也不亏，因为范志毅啊，反正最后反正他当个教练应该工资也会相对高一点，但是呢要依范志毅和郝海东的水平，在现在两个亿身价，这100%的啊，签字费至少2000万起。因为现在呢，一帮有一些球员可能很年轻的，就得500万签字或者600万、800万签字，啊，他没赶上，那没办法，这个事儿没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啊，所以你看范志毅他只能是落一现在跟我一样在这直播，对不对？我不知道他直播他是不是这要不要去打赏，啊，没有别的办法，对吧？啊，但是呢，那人家李铁那人家就落着了。人家李铁现在中国国家队啊，国家队主教练。你知道中国足球虽然说差点，但是中国可不差啊。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你要去了伯纳乌，去了诺坎普，那都得当地啊这个相关部门得派人接待，明白吗？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一个中国的搞足球的过去人就接待，但是你因为 title 啊是中国国家队主教练，这就不一样了啊，这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你说范志毅、郝海东踢球踢的应该比李铁好，但是为什么混的没有李铁好呢？这就是人和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人和人就不一样了啊，这东西就不好说了啊，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机遇啊，各有各的脾气秉性啊，各有各的这个所擅长的东西啊。按说呢，你说像范志毅、郝海东啊，包括这个那时代的你比如说深思齐红啊，是吧？马明宇啊，于根伟啊，按说他们应该是此时此刻中国的这个足球的顶梁柱。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一批啊是唯一打进世界杯的一批。
像这一批人呢，就相当于他，比方说淮海战役他参加了啊，那么接下来这些人按说应该成为这个主要的这个领导部门的人，因为人家一起干过成功的事儿。但是呢，实话说，你看这一批人里边，郝海东现在自己做个俱乐部吧，是吧？好像是。然后呢，就 C 罗还能活几年？这是祝郝海东最火的一句话。郝海东说了很多话，但是能够支撑他到现在最火的就是 C 罗活不过三年，是吧？范志毅也说了不少话，能够支撑范志毅到现在还能火的就是脸都不要了，是吧？再这么下去该输越南，是吧？你想想，你看这哥俩，是吧？李毅就说了一句话：“我的护球像亨利，天亮了。”这就一直撑到现在，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但是李铁没什么话，就吹头发，一直就吹到国家队主教练去了。你看没有？这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看李峰，那现在弄个这个天海的教练，弄完了完了还解散了，快，是吧？深思祁宏，因为呢中间出了点岔，进去待了一段时间，但人家一直在做青训。啊，做青训，幸运星，上海幸运星，弄完了之后整体往外卖，那挣了不少钱，真的。一会儿跟申花合作，一会儿跟上港合作，跟徐根宝一样。中国最牛的足球人其实是徐根宝，是徐根宝名利双收。第一，中国青训教父，对吧？第二，一个队得卖一个多亿，其实就俩能用的，但是一个队都得卖着，为什么？搭着，那搭着。中国的这踢球的家长啊，有时候也挺难的啊。孩子踢到十七八了，明摆着呀，也没什么发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弄来弄去，2%、3%的比率踢上职业，那剩下的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是吧？有的时候就念书，你说那你想想，你踢球七八年没怎么念，好好念书了，真正念书能有几个呀？能坐下来，你甭说念书，你就坐下来，每天坐下来，在大学里边坐下来，可能吗？坐得下来吗？对吧？那坐死了没准儿，怎么办呢？就跟着呗，啊，那这一个队，人家相当于是一个队陪着你哥俩练了，对吧？陪着你刘若凡，或者陪着你蒋胜龙、朱晨杰练的，剩下那些，你能把人怎么着？也得跟着一块卖楼。这俱乐部啊，光收两个不行啊，说你就看这盘子了，这盘子是清朝的青花瓷，那后边一仓库你都得给买走，对吧？你说你光挑这个，对吧？一筐梨就俩好的，你说我把俩梨挑走了，这筐我不管，不行，我得卖，按筐卖啊。谢谢这个水果口罩，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呢是这一代呢，这真的是挣了钱了，所以呢，也只不过就是没挣太多，啊，那么现在呢，紧缩银根也是应该的，是缩减收入。我大概一年前我说，未来三年中国职业足球要坍塌，啊，小斗是没什么，小衣裳是不是可以证明吗？我是不是说过这话？我是不是说三年之内中国职业足球要坍，要这么下去的话，结果还没到三年就已经变成这样了。这东西啊，从低层往高了走，先是底下。中乙要摊，然后波及到中甲，你等明年就是中超，你看着吧，明年就是中超，就中超也弄不下去了，啊，你除了可能这像国企，啊，国企反正是国家的钱，说句老实话，他也不在乎，这私企呢，那就得像许家印这样的，只要是政治上不出问题，啊，他毕竟他盘子大，说白了。你一看他那个报表可能有时候也是负增长，但是都是银行的钱啊，换句话说花的也是银行的股市的，对不对？股市的。那么就像有一些企业跟着一块起哄的，是吧？你除了权健这样的，是吧？他本身呢就来路不明，你剩下的一年10亿往里面扔，你能扔几年呢？你说是不是？能扔几年呢？十个亿8亿12亿的往里扔，扔不了多少年啊。所以整个中国足球这个水平，中国职业足球这个水平
打个亚冠经常输日韩的，但是在全世界这个球员当中呢，这个相对来讲工资非常比例非常高了。你比方欧洲他也挣得多，对不对？欧洲他挣得多，但是人家水平高啊，人家跟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对吧？你是村里边合唱班毕业的，这本身这中间大了得有50倍，但是他工资只是你的20倍，这说明你也赚了，对不对？所以这就不正常，这东西你就用脚趾头想，还是脚后跟、脚面、脚底、脚弓啊，你就一想，这是不正常的。凡是不正常的事儿，啊，他迟早有一天他得崩，这就很正常，对不对？你就不正常，对吧？这两口子从一开始就不正常，关系不正常，那最后肯定得崩，对不对？你说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一直从一开始就全靠请客送礼活下来的，那你说迟早有一天得崩。还有一个公司从一开始就是骗，这东西正常吗？你骗能骗一公司，你活3年活5年还能一直活呀？你肯定有一天你得崩啊，对吧？中国职业足球就是这样，你一看就不正常，哪能挣这么多钱呢？是不是？怎么可能呢？这钱哪来的呢？老这么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谁受得了啊？受不了，那很快就不行了。那么那位说了，那么为什么说最开始这帮人为什么要投钱呢？有的可能是真热爱足球，有可能啊，有的，但是没有纯粹的啊，就是一个老板投资足球，就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就是他也不见得是完完全全纯粹，对吧？这里边肯定有点别的，对不对？这很正常啊。但是呢，就看这个比例，你看一个女的喜欢一男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这男的有钱，这正常。但是呢，如果说只是因为他有钱我喜欢他，有一天这男的没钱了走，那这就属于不正常。那中国职业足球大多数的投资其实是情怀或者对足球的热爱啊，占比比较小，也不是说没有，但是比较小。那那位说了，那为什么要投呢？这东西有的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吧？我不说大家明白吧，就是我得做这事儿，这因为这事儿啊关注度高啊。有的呢就是我做这事儿，然后呢我呢跟政府谈判，政府呢给我点政策，给我块地，我把这个地呢盖成楼再卖，是吧？哎，有的呢就是钱怎么花呀，你不花你怎么洗呀，对不对？有的呢就说我扔100，最后我可能能从别的地儿我拿回120来，反正呢总而言之呢，你要说让这些投资人100%的说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对足球的热爱，对中国足球的热爱，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但是比例不高。所以从动机角度来讲就不是很纯粹，你要是纯粹为企业挣钱反而倒纯粹。你看欧洲的这些职业俱乐部，他其实就是为了盈利，对不对？他不为了盈利，他来你中国踢球，来你东南亚干嘛呀？他来这儿就是因为你给钱，这反而纯粹，是不是？咱们这个呢，你要是纯粹的说咱经营个俱乐部想挣钱呢，又没有可能，这就是矛盾。明摆着它不是一个挣钱的事儿，至少在中国。因为你既没有足球文化，也没有职业足球的真正的规则，整个社会的金融诚信系统也不支撑，所以等于说中国的职业足球呢，一定是一个半半磕勒的，就是打着职业幌子的伪职业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只能啊值一点钱，不能投大钱，你明白了吗？就它是一个仿的，是一个赝品。你说仿的东西值不值钱呢？值钱，对吧？你仿一个青花瓷景德镇的，你仿一个鼻烟壶，你仿一幅画齐白石的，不是齐白石，齐白石，对，齐白石的，不是齐白石啊，齐白石的，它也能值点，但是它绝对不能值那么多，对不对？咱们这儿呢，就奔着
明知道它是假的，明知道它不是纯粹职业足球，明知道它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市场的支持，但是还往真的那方投，甚至比玩真的还投得多，你说这事儿它能持久吗？明白了吗？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依我呀这么多年呢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的理解，中国的职业足球也得是面临着有一天呢基本上差不多推倒再重来，中国的很多事情必须是往上冲，冲到一个地儿上乱了，特别乱，哎我操，民不聊生，都坚持不下去了，然后咔嚓冷却到底下，到底下之后呢开始哥几个咱别这么玩了，我操，再冲上去过山车一样又得冲下来，然后开始去粗取精，有一些人就被淘汰了啊，为什么呢？玩不动了，或者是有的人拿钱走了，玩玩差不多了，换一批人，哎，然后重新建立一些这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啊，一点点的搭点基础，牢固一点，然后再往上一点点的去给他建立起来一个符合啊我们中国的足球文化，我们的这个市场啊，然后相应的合理的规则，哎，只有这样得洗个两三遍才能够啊渐渐走入正轨啊，就像当年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温州的朋友啊，全世界最难学的话，温州就卖假货，温州啊，我温州皮鞋厂，温州皮具厂，全世界的名牌全都能做啊，全世界的名牌，全世界的商品啊，在温州，温州人也聪明啊，也肯干啊，温州好多呀，那个当地都是家族企业啊，我那时候不是当过这个服装经理服装公司副总经理吗，我们还到浙江温州那边，我们去采购去了，采购服装去，然后呢我一看这个有一个纽扣厂啊，做纽扣的，做纽扣这厂呢给我介绍说这是这厂子的老板啊，这一年营业额多少，800多万啊，营业额800多万，可以啊，那九十年代初，我一想我那走去你们厂子参观一下，我想这800多万这厂子还不得4-5层楼啊职工不得有个1-2千是吧，结果我一看他给我领他们家去了，领他们家去了啊，他们家叔叔侄子啊外甥女儿啊一块干嘛在那弄纽扣呢啊，咔，那个他有个相关那个机器咔压纽扣啊，这厂子就一年800多万的厂子啊，就家里边、啊、非常的和谐，非常和谐啊，也食堂什么的就家里边吃对吧，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啊都得是乱一阵子。那么中国有句话叫乱中取胜，你发现了吗？中国有句话叫乱中取胜，这个为什么说乱中取胜呢？因为可能我们这个文化呀就更古以来啊总会有乱子，就动不动就出乱子，出一乱子呢然后呢就有人呢就在这里边就乱中取胜了啊，就火中取栗是吧，乱中取胜啊，闹中取静，这都有典故的啊，这都有典故的。那么实际上头几年的娱乐综艺那些明星和过去这5-6年的中国的职业球员其实都是乱中取胜的赢家，都是乱中取胜的赢家啊。那么我们这个行业，比方说我是主持人或者是我是足球评论员，其实我们也是有时候也趁乱也能叨点啊。你比方说哪乱呢，中国打当年中国冲世界杯，因为全民关注很乱啊，那个时候媒体竞争啊也是记者一转会费能有100多万，你想啊2001年啊，然后为了能够拿到独家新闻啊，就买国脚，你比方足球报和体坛周报，这都可以公开说，因为也没什么丢人的啊，足球报啊弄了7-8个国脚，
给一笔钱，每个人给一笔钱。体坛周报呢给更多的钱，挖了十几个国脚啊，然后呢可能还剩俩发的呢归了南方体育了。南方体育呢可能没什么钱，但是可能有点人啊，输出点人，反正总而言之吧，最后呢就是国脚被瓜分了啊，被瓜分了，就是你是BBC 的啊，你是 CNN 的啊，反正你只能接受 CNN 的采访，你呢只能接受 BBC 的采访，你们两个呢只能接受乐播足球的采访。为什么呢？因为给你钱了。你看啊，就中国，这就是中国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这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你能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事情可能到趁乱的时候就有就是起来了。你看现在有些网红是吧，网红一年收入一个多亿两个亿啊，一个多亿大几千万的网红，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正好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呢需要啊，他挣2000块钱的工资呢，他可能打1800的傻，这样的人是有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咱们说句老实话呢，这样的人呢，你给我，你就即使在我身上花钱，我难受，我的良心会痛啊。所以呢这样的人我是首先我是同情他的，我不仅同情你的生活境遇，我更同情你的智商啊。当然了，像小医生的朋友呢，其实生活都还不错啊，有的可能一个月啊万千的，但是也一分钱不花。这样的人呢，我也呢祝福他，我也祝福他啊。但是我不能，我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可以干，对吧？所以呢，就你那么给我们普通人呢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不希望乱，但是呢一旦场面混乱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清醒啊，混乱的时候保持冷静的头脑，完了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是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的非常关键的因素。真的，你比如说4年以前啊，里约奥运会关于孙杨，4年以前吧，我昨天有朋友挖出来了，我都忘了，我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当时在乐视，我那时候还有期权的，是吧，上节目我穿个5分裤，是吧，一个小 T 恤衫没领子的，就无所谓。为什么呢？有期权啊。贾跃亭当时说没问题，后来你们再也没见过贾跃亭啊，再也没见过啊。然后呢这个我当时评论孙杨，你现在回头来看那是相当的清醒，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只不过就因为当时啊，因为奥运会这种节目呢都看央视，没人看乐视，所以呢波及面比较小啊。如果当时说我这番话要是在央视说的，要是在央视说的啊，两个结果：第一，当时我被骂死了，我一定被骂死了，甚至也有可能给我开除；第二，就是今天啊，事到如今，我4年前的那番话可能将会成为人们非常非常这个认可和传颂的一段话，但差异就在那儿。那么好，其实人要看平台，要看平台。人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平台很重要。平台呀，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所有在平台上的人也不见得最后都能够登上阳台，但是首先你得有平台。你比方说，一直播是平台。抖音也是平台，淘宝是平台啊，然后中国足球小将也是平台。这平台呢就是和舞台的区别什么呢，就是平台是有高低的，舞台可能有大小，但是平台是有高低的啊。那么当初呢搭建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平台，我作为原始的发起者创始人，
我也就希望要搭建一个高一点的平台。那那位说了，你当时也不是专业人士，你凭什么搭建平台？你凭什么？你有证吗？没证。你有钱吗？没什么钱。你有后边的老板支撑吗？你有职业俱乐部吗？没有。没有。你有场地吗？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说了，那你为什么要搭建这个平台？你有什么信心搭建这个平台？很简单，非常简单。我告诉你，中国青训搞得好吗？答案是不好，对不对？中国青训什么人在搞呢？都是专业人士。好，专业人士搞中国青训，搞不好，没搞好，这是一个，一个事实，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好，那么我就说，你们专业人士搞了这么多年，除了根宝，荒郊野岭、崇明岛，是吧？能做出点事情，剩下的没那么多。那么好，那你们没做到什么，我就做什么，就这么简单。你比方说啊，这是一个小窍门。你比如说啊，有一件事情，有些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没做好。现在你想去做，很简单，就是你去研究他们，你去研究他们，他们首先是没做好，好，没做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你先放在一边，你先看看他们做什么了，然后你再看他们没做什么，然后你就尽可能的呢，把他们没做的呢都做了，明白了吗？这是不是路子？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怎么做，你也怎么做，你最后你充其量也就是比薛微高一点点，还未见得。因为他们这么做里边可能有他们擅长的，你还未见得你擅长，但是你得琢磨着他们什么东西没做，这个东西是根本，什么东西没做是根本。如果一件事情他们做好了，你一定要研究他们做好的那些，你要琢磨清楚，他们做好的你一定要先做到，你然后你再去想去怎么去提高。他们没做好很简单，先不用先琢磨他们做什么了，但你不一定非得按他们那么做，你去做他们没做到的事儿。这是两个方向，明白吗？这是方法论啊，明白了吗？大车小车吗？什么9752又来了？什么又来做广告了？是吗？来自实力相近的主播的 PK， 这哥们14个观众跟我就实力相近了，我操！我在抖音上真的不行。哎呀，这个平台不属于我呀！看来这哥们14个观众跟我说实力相近，我是虎落平阳啊！那么我就在想啊，中国的青训，过往这些专业人士，包括老外是吧，包括专业人士，然后他们没做到什么呢？我就想，第一，我觉得缺比赛啊，就是8岁9岁这个年龄段，7岁8岁9岁缺比赛。可是比赛呢，对于这些孩子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说得办比赛，明白了吗？中国以前呢，这7岁8岁9岁这帮小孩基本上就在自己城市里边踢一踢啊，然后有个冬训，有可能去个梧州，去个北海，完了乱七八糟比赛踢一踢，他没有高规格高质量啊，然后真正的那种仪式感的那种比赛，这样的话让孩子拥有那种很骄傲很自豪的，然后那升腾起来那种向往。最重要的就是不同风格的球队啊，然后呢相互的交锋，孩子在比赛当中去发现自己的这个优点，然后去改进自己的缺点，形成一个足球的气氛。所以办比赛，对不对？那么我因为足协不管这段，
8岁7岁孩子他办比赛他烦，为什么呢？出个事儿谁受得了？所以我们最开始就办比赛。第二一个缺什么呢？缺啊，缺这种啊，就是高水平的个体的集中。因为呢，国少啊得U14，对不对？等于说呢，全中国呀踢得好的孩子呀，到14岁才在中国足协组织之下呀，可能能在国少见一面，在一起踢球。那你想想，他8岁就踢得不错了，他得到14岁，有6年的时间，他没法跟他水平差不多的，或者是也是非常好的球员在一块踢球。那你想想，各自占山为王，都觉得自己不错，再加上有可能自己就家长一骄傲，孩子一自满，这就自己就给自己耽误。再加上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日本车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你说就这样的公寓一平米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得2000美金吧，2000美金那是成本，4000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业主根本不在乎带多少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是不是？所以你看周围的邻居，不是周围的孩子水平啊又低，给你造成的呢，水低船也没法长。好，我就说那好，我从8岁开始，我就飞行集训。啊，我把各地的这个小球王我都集中起来，啊，我集中起来，这样的话让他们相互之间呢有这种竞争，有这种刺激，有这种相互学习，比学赶帮超，这个对球员个体的成长是一个促进，对吧？第一，给他们更多的比赛；第二，让优秀的孩子集中；再有就是国际视野必须出去，必须。是吧？以往说，孩子出趟国，去个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就算可以了。也有呢，到10岁、11岁、12，有个什么商业活动，大众啊带你去德国，完了也不哪儿保险安邦还不到你去哪儿，带英国到那儿涮一下，一个礼拜，搞个活动回来了，那不行啊，不行，你去了你都见不着正经人。你不是我所谓的正经人，就你都见不着人正经踢队，你跟谁踢呀？甭说我们的青州 FC， 青州 FCK 号称跟马竞打过，你问问那马竞是跟我们踢的马竞吗？兴趣班，你别看他到这联系，他没有中国足小将这个资源啊。我们打的都是正经踢队，巴萨、皇马、塞维利亚、西班牙人、马竞、赫塔费、瓦拉多里德，全都是正经梯队 A 队。当时有些人也不信，中国也不信，对吧？包括一些足球学校的，包括一些什么他妈这个还说，哎，这去的网点打巴萨打的网点，大哥主科是网点的吗？不闹的吗？是不是？国际视野带他们出去，到现在为止出了12趟国。还有一点，我深深的意识到必须体教结合，因为中国的青训孩子一集中就基本上不管教育了，很少了体教结合。所以当清华附中认可了我们这个模式，那么这一个版图就拼接到了这个一起。所以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平台就搭建起来，通过全国的高水平的赛事，把优秀的孩子发现、集中、出国比赛，增加见识，增加比赛经验，与清华合作进小将进京，解决了集中训练体教结合。所以，这就是中国足小将。那么你想象一下，我们没有资金优势，没有专业优势，对吧？没有资金优势，没有专业优势，没有所谓的行业优势。因为什么呢？中国足协、北京足协就是知道我们，但是没有把我们当做什么。
但是在中国，你想象一下，第一，你没人脉，然后你又没什么钱，然后呢，你又不招人待见，对不对？然后你又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这件事情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你要不然就有一大托，你说中国足协程序员说，我认可你中国足球小将了，我来帮你，那可以，甭说别的了，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每年给我们拨个3000万，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吗？没有。你说北京足协，北京离我们这么近，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一年一次没来过，一次没来过。北京公安也是从来不来，北京公安说没关系，你们不行，你们最后行的也最后得到我这来，因为什么？你得踢职业，是不是？所以只有清华附中，为什么呢？因为清华附中它是百年的一个历史的学校，因为从校长、书记到主任到各个老师，他都是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是一个教育的体系。所以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的区别，不在于说你有多高的职位，而在于四个字：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是因为说你是个官儿你就准，不一定。不会因为你是个行业的所谓管理者你就准，那要是那么准的话，中国足协早就应该上去了。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其实是衡量很多事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价值判断。你比方说小抖上的人，你现在听我直播，你就有一个价值判断，就是好听还是不好听，有意思还是没意思，对不对？这就叫价值判断。有的人没意思，没意思，那他的判断就是没意思。你说还可以，有些地方挺好玩，那就是有意思。所以在不同的这个判断，你看就这一件事儿，他觉得没意思，他走了，他去一个女主播的房间了，他一看呢这样的，他把持不住了，他哐哐送了800块钱礼，明第二天，然后没钱了，没钱了呢，走在路上。然后别人掉了钱，他给捡起来了，他给揣兜了，因为没钱了，揣兜了，正好被人看见了，警察来了，给扭送到派出所了，直接给拘了。拘了之后，在里边呢又认识了一些坏人，坏人说你出去，你可以吸点粉儿，有意思。他出来了，他就吸粉了，吸完粉没钱了，没钱了之后呢，然后又去偷，然后去抢。然后又犯大事了，又进去，就这样。等再出来的时候，50了。你看，就这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选择。啊，你想他当时要是说，哎呦，说的不错，那我就留下来，他留下来，他就不走了，不走了就不会打赏了，不打赏就不会看见那女的，就会不会那么没钱。不会没钱就不会偷到别人钱，就不会进拘留所，就不会什么，是吧？嗑瓜子儿是吧？瓜子行，是吧？所以呢，中国足球小将呢，就一年以前呢就来到了北京，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一年前我第一个接的人是孔令荣吧？孔令荣从南京过来，啊。其实我能从他的妈妈和他的眼神当中啊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确定。因为实话说，从你南京到北京，这不是很容易。10岁还不到10岁，9岁多。那么一家一家的就都来了啊。老有人，就尤其抖音上的人啊，老认为呢中国足球小将是一帮有钱人。我说句实在话，我了解，可能小将这十几二十来个孩子里边，可能啊，3-4个家庭算作是中偏上点，但剩下的都是普通家庭，甚至我说句实在话，有的家庭真的就是一年，比方说是7-8万块钱、8-9万块钱的房租，是很大的一笔负担。真的，我不骗你们，我一点都不骗你们。
那么到头来可能还得是我们来帮忙，因为从目前来看，你比方两口子就一个上班，那个不上班的管孩子陪着，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你房租六七千，你一吃孩子在北京，你买衣服吃交通，两三千吧得，一万块钱，那他能一个人能挣一万块钱吗？他又不是原来在北京，他刚来的，所以只能说是亏空，啊，亏空了。如果要这么下去，就亏空，亏空怎么亏呢？就只能说，原来的地儿把房子变卖变卖，是吧？就准备在北京就这么下去呗。你真的不要以为中国足球小将好像都是富裕家，哪有啊？谁他妈家里边富裕还没事自己做点东西卖呀？有这么可能的吗？我们他妈乐播公司要是有钱的话，我卖什么瓜子儿啊？我不有病吗？是不是？那不也是因为现在生存的条件不好，对吧？资本市场不好，我们一直也没融到资，那你只没办法，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要不然就等死，要不然解散，要不然倒闭，要不然就自救。啊，好在呢，今年呢，因为是欧洲杯和奥运会，啊，我们乐播呢还是这个制作能力还是有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跟一些平台来谈，欧洲杯和奥运会的合作。那这些合作我相信呢是我们的一个收入，因为你公司嘛，你总得赚钱啊。有人造谣说江景琦是我给卖到德国的，说我们给卖了，把江景琦卖给德甲踢队了啊。有留言在抖音上留言说，这不刚卖了一个去德甲吗？我说是啊，卖了500万欧元，怎么着吧，500万欧元，这才是一个啊，我这还有十几个呢，你自己算。只有这样，你这么回答的他才能满意啊，是我卖了500万欧元。但是呢你看啊，你要说500万吧，他又嫉妒你，操，凭什么你挣那么多钱呀？你看，第一呢他讨厌，他觉得对了，你看你是不是卖孩子了吗？你卖了吗？你卖了你还不能卖贵，你说你卖个3000欧元，他觉得你看你他妈为3000欧元你就买孩子卖了，这能接受他。你要说卖500万，他受不了啊，他受不了啊。就说你看啊，一个家里边穷，一个家里穷啊，他会唏嘘，哎呦我这孩子这么穷啊，家里边你看那么点的地儿，我那真他妈棒，这孩子这家人真他妈行。你看他说你应该住大房子，可是你妈有一天你亮了一别墅，我操，你凭什么住别墅啊？啊，你看，你看，有钱这钱来路不明，你肯定的。你看这人就这样，他妈的，你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想干嘛。反正他人呢，最希望的就是所有比自己过得好的人都倒霉，这是人的一个基本诉求。第二一个就是所有比我过得不好的呀，都能过好点，但是不能超过我，对吗？如果是对的，打一六，好吧，小一给我弄个六，你这。把斗弄个六，弄个六，就我说这个心理你觉得是对的啊，是这么回事是吧？哎，你看没有，这都挺实在，这都挺实在呀，是吧？所以呢中国足球小将就这么起来了。因为有一些朋友不了解啊，有一些像一直播的朋友可能了解，我今天都把这个再说一说，但是可能一直播呢也不见得就是完完整整的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思路。所以最终呢，其实就是中国青训搞得不好，这是肯定的。有一些事儿是怎么搞都搞不好，现在100%的，啊，有一些事儿怎么搞都搞不好。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也搞不好，谁也搞不好。你比如说中国的足球文化，这个东西，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操，你有一个人，然后你来了，你有点什么举措，它建立起来了，这是个漫长长期的过程。它跟这个一见钟情不一样，对吧？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的累计啊，就跟那个琥珀不是说你拿一滴松油往他妈那蚂蚱身上一滴，明天就是琥珀了，那不可能，对不对？它需要有一个积累，这是一个时间的东西，改不了啊，就是文化这个东西改不了。还有一种东西很难改，就是体制啊，我说的是体制，身体的体制
啊，就是中国人，尤其汉族，他有一些东西是改不了的，是改不了的。那、啊，你这个东西不是说能改就能改。说你现在哥几个都一定都起来啊，都起来，预备起，起来，来像拉丁人一样给我扭个胯，就把屁股摇起来。你看咱们就现在就坐起来，就站起来，看有几个能把屁股摇起来的。就是腰不动，屁就只腿也不动，就屁股在那扭，有吗？就屁股在那颤抖，有吗？咱们有吗？可能有个别的，因为脱了腰了，有可能半身不遂的，可能能给你摆了它晃，因为它没有劲儿，是吧？但大多数我们都摇不起来，摇不起来，甭说屁股了，你就是肩膀你能真正的幅度的大起来，你摇一个，现在摇一个，给我摇一个来，你再看人家抖肩。人家那个眼那个肩，这个东西呢改不了。也就是说呢，一个呢是文化短时间内改不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些属性。说你中国人呢有外向的，有内向，这都没问题，能挑啊。说中国人有这个个高的个矮的，这没事，能挑啊。中国有跑得快的跑得不快，能挑。但是就中国人的这个身体，就身体啊，身体的这个机能相对比较僵硬，这个东西改不了。十个里边九个这样，那也可能个把还行。所以中国的青训跟这个有关系没有？有关系，有关系。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这有关系。为什么中国人打乒乓球就可以，对不对？为什么黑人就游泳游不好呢？为什么呢？你看哪个他妈世界冠军游泳的，一池子黑人在那游，有吗？你琢磨琢磨，你现在奥运会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多少个黑人在游泳馆里边，有吗？有人说为什么日本人行？对，这个东西有点东西，你说的有道理。乍看日本人跟中国人没区别，是吧？但事实上有很大差异，包括身体。因为什么？因为日本人从小就开发，咱们现在呢？你说怎么开发呢？你青训，你连六岁、八岁你都管不了，你还要管幼儿园三岁的吗？日本人，我说了一句话，日本人呢搞足球，他先搞明白一个谁的问题，搞明白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是哪儿？我是谁呀？我是日本人哦，我是日本人是吧？好，那么我有什么特征啊？我有什么特征呢？我有什么特征呢？就我是日本人，我得先研究我呀。我是日本人，我有什么特征呢？我他妈的拐了腿儿，小个儿，然后身体没有那么强壮，然后呢，哎，有点灵活，然后也没法像欧洲那么踢球，然后也没法像南美那么踢球。曾经想学过，没学明白。三万日本青少年在巴西学球，而回来的没有几个能踢的。后来呢，日本人明白了，那就得开发头脑。他觉得脑子是有可能比欧洲人要强。你看那欧洲人呢，实话说，欧洲人的脑子啊，包括美国人，确实不如中国人。啊，我曾经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我们去英国。我们去英国啊，你比方说就找钱，去超市啊找钱。你看啊，比方说啊，这个东西啊八毛，对不对？八毛钱。那么呢，你给了他一块，他找你两毛，对吧？但是你呢看见了有一个五毛的硬币，你说这样，我呢再给你三毛，你直接把那五毛给我。我告诉你，你去欧洲美国，你他妈超市就这道题，95%的店员绝对不按照你他妈说的来，绝对的。他说不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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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是你给我一块，我这东西八毛，我找你两毛，不，我再给你三毛，你给我那五毛给我，这不就齐了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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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来，先图米啊，就这个，你八毛，你八毛，你给我一块，我找你两毛。我说不，
不是两毛，你看两毛，我给你三毛，你拿着完了，你现在差我五毛，你把这个五毛的硬币给我。No！八毛，给我一块，我给你两毛。OK，拜。你看，真的，我一点都不骗你们。我那个大外甥是个中美混血，对吧？他原来在美国，后来他妈妈不是我妹妹去香港工作，他就在香港念了几年书，然后现在大了念高中了，又回美国去了。他呢在香港，因为接受是香港的这个教育吧，就是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是这个本土教育，他里边也是国际教育，但是融了一些东西是中国的。我这外甥回去之后900多人啊，第四级考试第12。怎么地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这儿学的东西确实比在美国学的多。确实哪怕去香港，这才在香港，这我要外人要在北京要是学了几年要回到美国去，他们还不全是第一啊，对吧？那我外人说，你说这什么，你说你八毛，你给我一块，你再给我三毛，给你不用没关系，你说吧，你这样，你不是八毛吗，你给我一块是吧，你再给我三毛，我给你五毛，这没问题。你再给我1.3块，我再给你啊，这个1.5块，啊，没问题啊，就是算明白了。但是欧洲人大部分人算不明白。咱们记一个电话号码啊，你比方说，9059-9106，啊，就一号码来记来来，来啊，好，9059-9106，完了。两遍对不对，是不是两遍就能差不多能记下来吧，你妈欧洲人得这样，等会儿对啊，9059-9106，好了，就这么大差异。所以呢，日本人也明白说聪明啊，日本人其实也挺轴的，日本人也轴，没有中国这么聪明，但是他认为呢，他的那个理解啊，对于足球的认识理解，球商他是他的开发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个他觉得身体早开发，因为什么呢，欧洲人呢从小认为自己身体就强，不用开发啊。然后呢像这个南美人呢，生来非洲人生来就会柔韧性协调性节奏感全都没问题，那么就剩下他妈东亚人了，就剩下整个世界就剩下东亚人了，这身体怎么办，日本人说好，从幼儿园开始开发，折跟头翻跟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的机能的开发。所以你看着好像日本人跟中国人差不多，人他妈3岁开始做的事儿，你到13都没做，你凭什么跟人家一样啊？有一帮傻子就认为啊，中国日本能踢，中国也能踢啊，日本人足球能搞得好，中国足球也应该能行，你就按照人这么踢就完了。大哥，人家那个为什么人球结合那么好，你有没有看日本人踢球，小孩从小孩到大孩手一直都不停着，咱们孩子踢球要么什么上手打人家，要么就是拉人家拽人家，要么就是手就在这儿，人家那手永远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练这个，从小就练这个，日本人就活动关节然后各种各样，他所以手永远都是自然张开的。再有一个，日本他知道人体怎么扩张，拿什么扩张，你不能说他妈长肚子对不对，说长鼻子你就扩张了，你身体小你怎么扩张，手啊，球场上不是空间吗，有空间你才能干事儿啊，空间靠什么争取啊，你就这么的个儿，就1.75米，就140斤，然后你怎么去扩大你的空间呢，怎么你的领地啊，手啊，上手啊，所以从小他们就这样。咱们孩子踢球筷子，人家孩子面条，就这样。
所以很多人就根本不了解，就望文生义。我们跟日本啊差距大了，你不能说那要这么说呢，你他妈跟马云长得也挺像的呀，对不对？你要说是都是人，然后都是差不多长得差不多，个头差不多，然后就他能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了，有那么简单吗？啊，有那么简单吗？对不对？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日本人踢得好，你像日本人一块踢，你就能踢得好了，怎么可能呢？那那样的话，你妈非洲人怎么不像中国人学打乒乓球呢？对不对？哈萨克斯坦的人跟咱也差不了太多，日本、韩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你要说那怎么他乒乓球怎么打不过咱们呀？跟咱们一样的，为什么呀？那还是有很多很多原因，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呢，中国的青训有几个改变不了，这就是极大的制约中国足球。第一，你这个足球文化短时间改不了。你说文化能到底能干什么呀？文化是一种内在驱动力，兄弟们，知道吗？没有文化就没有根基。你说他妈美国百老汇来一个跳踢了舞的，演两三场能爆爆？为什么？全他妈去看热闹的，踢踢踏拉，他觉得挺高挺开心。你他妈在一年演200场，你看有人看吗？没人看。为什么？没有这文化，没有这个文化。中国青训啊，最开始你看足小将，最开始不老少人追着看，时间一长，你问他看吗？你问他看吗？为什么呀？他没有这个文化支撑，他骨子里边本身就不热爱足球，他只不就是当时觉得，哎呦，这个球员，哎，挺励志的，这个挺帅哥的，哎，这个还老赢，哎，挺有意思的，他就是靠信儿，再往后没了，没了，文化改不了。第二一个，身体。你说现在10岁11岁了，人家从3岁4岁开始开发，你现在想起来了，你晚了，人家3、4岁就开始学英语，你10岁11岁开始学英语，能说的能一样吗？这东西改不了，明白了吗？这东西得3岁4岁的人现在开始做，有一天你才能说在这方面能够追上，你现在是1%是追不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说短时间内中国人不可能像日本一样踢球，你就放10000个心踢不出来，材料就不一样，明白了吗？这就是我的观点。有很多人啊，第一也没实际做过，第二也他妈没认真思考过，第三也是人云亦云，所以他想的很简单，他想的很简单，他觉得这日本人家去考察考察，然后人家怎么练咱就怎么练，能一样吗？能一样吗？有几个外国人你妈唱京剧真的能唱到角的，能唱得出来吗？怎么可能呢？对吧？中国跳芭蕾的有几个跳到世界上水平去了？啊，第一没有文化，第二身体太重要了。你足球它也是身体的，脑再好没身体没用。你要说我这球商可以吧，我3秒钟就能看出来首发阵容阵型，每次我解说甭管是谁，他这我们这观众朋友，一会儿我们在不是那个什么，接下来您看到的是什么，就英超联赛第27轮切尔西主场对南安普顿的比赛。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应该插话，今天切尔西排出的是个4-3-3的阵型，我们之前关注的阿隆索打的是什么位置，那么可以看出来今天在3个中场的人员配置方面兰帕德是什么思路，我就能看出3秒钟就可以，因为你之前都在想构想，啪一站一看一开球怎么一站，然后一看首发一对马上就知道，3秒钟。这东西呢也没什么高深的，为什么呢？就跟卖炭翁卖油翁一样，就以我卓有之知，为此无他为手熟耳。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手熟，你没干过你就不行。你说咱们去倒油去，我操，你这不倒满地都得是啊，是不是？这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是说我比你强，而是说因为我下的功夫比你
比你深。日本人没说比中国人身体好，但是人家下的功夫深，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中国青训第三个难题，没有比赛，没有比赛，就跟一个学生一直学，完了他们没考试，学了十年直接参加高考，你说这他妈他得多大的心理素质才能应付？所以制约中国足球的，是吧？为什么小时候还行，长大就不行，是吧？为什么中国足球踢不好？好，老有人在这问，我操！为什么14亿人掏不出来11个会踢球的？老有人在这问，尤其是抖音上。这都不怪你们，你们不是坏，你们是傻，你们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告诉你，是吧？我告诉你是这些原因，改得了吗？你说你能改，我就请你，年薪50万，请你。第一，把文化给我改了，把中国孩子体制给我改了，把比赛给我建立起来，我给你50万。来吧，改得了吗？改不了，改不了，落后就得挨打，没别的办法，有什么办法？这三点是中国足球踢不好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呢，又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所以中国足球就是这样，没有文化基础，所以呢，你只能搞啊小文化。徐根宝当时的文化就是崇明岛，他说了算，他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这个思想，就像布道一样，啊，那帮人他可能信就是外国，他有这个文化作为信仰，咱们没有，没有的就徐根宝就是信仰，就信他，吴磊什么的，就信他，就听他的，所以他那个文化就他给建立了。一个小的独立王国，他说了算，所以孩子们的思想，家长的思想，然后俱乐部教练的思想，工作人员思想，他给统一了，他给统一了，这就好办了。只要保证他的思想大差不差，那基本上不会跑偏，而且呢，大家都在这干。第二一个体制这东西呢，反正中国孩子从小练得很。啊，练得狠呢，练得狠呢，也能出点东西，也能废不少人。但是就是这样，你比方说徐根宝当时有120个人，最后出来几个呢？就吴磊啊、王申超啊、蔡伟康啊、曹云定啊，也出来不还算比较不错。但是大批人可能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们扛下来了，扛下来了，扛下来了，就中间那些废的呢，有可能啊，换一种别的方式呢，可能啊，不见得就废了，但是。没办法，那也出不来，这个东西就是沙里淘金，真的就像这个新冠状病毒似的，可能很多人感染了，但有的过来了，有的没过来，那什么区别呢？自身的区别，自身免疫力强的，抵抗力强的，他就扛过来了。同样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西方人说不用去医院，就在家里边？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你去医院，好像他的理解就是你去医院，最后也是该死的也得死，能扛过来的也得扛过来。这是西方人，但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改过来了。前两天不就这样吗？美国就是不用去医院，he didn't need to go to the hospital。徐根宝呢，就是反正大面积这撒网，广种博收，但是练得很。练得狠，确实狠，练得狠。那么相对来讲，他有一些能扛的，他扛过来了。就跟小时候练杂技压腿似的，有的孩子扛不住，压废了，压废就压废了。但有的压出来了，一字马咔一脚登天，是吧？抖音上一个一字马至少好几十万个赞，对吧？你说你没事老看女的一字马，对吧？女的没事老表演一字马，什么意思啊？亮鞋钉呢？亮什么呢？这是人的心理。你看我也来个一字马，可能这边马上人就都走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比赛，
就得多打比赛。那么足球小将现在第一文化，那没办法，有清华附中这样的一个清华体系的文化，有足球小将我们一直以来所建筑的文化，长期关注小将的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于中国足球小将这些孩子文化的熏陶，你能感受到对不对？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我们有很多这种跟孩子的交流，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一种方式啊，去让孩子接受一些更积极的文化，包括足球的文化，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对不对？那么体质身体这方面，我们找了周宁周指导，那接下来我们也要，我昨天还跟乌尔肯和别克说呢，我说你们两个哈萨克的，哈萨克族的，你们能歌善舞，你们身体协调性这方面很好，你们现在就自己自主开发一个课程啊，等这疫情过去，孩子们过来每天15分钟先归你们，让孩子们抖起来啊，要像就是让各个关节都抖起来啊，活动开。你看咱们汉族就是跳舞，一跳舞喝完酒，没有一个民族，就周宁说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喝完酒不跳舞的，不唱歌的，他妈只有中国喝完了酒就他妈的吹牛逼，就是我们这大多数喝完酒就吹吧，哎，哥们没问题，咱们哥俩，我操，这点事儿你放心吧，我肯定能给你办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先给你打过去200万不就完了吗，来干，你全扔。那谁，我说那傻逼，那根本不行，那哪跟咱比啊，这个是吧，这事儿才白，那快分钟钟灭他，全这吹牛逼。第二天一酒一醒，谁他妈也不知道谁说什么，人家就是那个对吧，人家就跟草原上升起舞落地太哎呀嘿，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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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是吧，咱们这不行，咱们这就一直吹牛逼。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就是为什么说足球这个东西我们踢不好，有原因，真的有原因，啊，不是这个不是简单的事儿，不是简单的事儿，你把这个事儿不能想特别简单，有钱没钱，有钱就能踢好，没钱就踢不好，或者是你家里要没钱你就进不了国家队，不是那意思，你踢的牛逼，你没钱我给你。来吧，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一直播的还是抖音的，你要觉得你踢得好，你就因为没钱，我操，我他妈砸锅卖铁我给你送到国家队，但你前提你得踢得真好啊，你别他妈的连我都不如，我操，是吧，不是那个意思了，不是说国足吐了口痰骂咩咩退群了，你这他妈别再留这些言了，傻逼似的啊，尤其是抖音上的，对吧，我一发什么东西就是这家里没钱进不了国家队，一般是国足看了之后骂骂咧咧退出了群聊，你妈你他妈会鹦鹉吗，你是属的鹦鹉吗，啊，你能不能有点积极，对不对，你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事物，哎，你们没法弄，哎，有人说了，那少数民族多挖掘点球员呗，嗯，你可是你忽略了一点，那么少数民族在如果说进了一个中国国家队，他得进入这个主流的这个社会和文化，他能适应吗？所以多民族有多民族的好处，但是多民族也有多民族的天生的弱点，就他文化融合这方面，你比方说民族大团结这个没有问题，但你要真正一起去在天天在一块儿低头不见抬头见去干一件事情，这个不容易。不是说你哎，新疆孩子这个好，他们就多挑几个这个，他是这个好，但他这儿可能不见得行啊，他不容啊，你明白了吗？有的东西是水和油的关系啊，所以不是那么简单。你能想到的招我全都想过，你能想到的点子我早就想过，因为我比你费的功夫多得多，不那么简单。
有人说赶紧去找新疆孩子，找蒙古的，找什么内蒙的，这怎么这什么的，这少数民族延边的，这是有提的不错的，但是他为什么最后没提出来？就是因为没钱吗？不是，他还是孩子长十四五十五六，他有很多的文化思路想法和周围的融合度，这东西就跟相当于董方卓为什么去英超也没提出来啊？为什么没提出来？是不行吗？那不可能，还是融合的问题，融合的问题。这个在欧洲一体化了，它也会有问题。有的队员到另外一个队里面就融不进去，不就完蛋吗？就踢不出来吗？是。所以呢，中国足球不是那么简单，足球小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运而生，但是呢，也不可能改变什么彻底，改变什么东西。有人说这些孩子将来那几个踢职业，没几个，我现在就告诉你，没几个能踢上职业的，你明白了吗？没几个。但是 不代表这种努力就没有作用啊。你甭说他们啊，沃尔夫斯堡 2%， 沙尔克04最高全德国 4%， 职业梯队 4% 能踢上职业，剩下 96% 踢不了，96到98踢不了。德国也这样，西班牙也一样，梅西13岁的队友全军覆没，没一个留下来的，除了梅西。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一定会怎么着，徐根宝也不是说就一共就八个人就出了七个，不是，120多人，12岁开始，我们是9岁开始，12岁看人已经看得比较准了，我们是9岁开始，而且就这20几个人，能出几个呀？出不了几个。但是他的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只要是积极的啊，然后只要他们当中有真正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最后能出来，这包括和清华附中的体教结合，能够探索出一条新路，积累一些经验或者教训，不就完了吗？对于我而言，丰富了自己一段人生，也就这样了，还能怎么着啊？最牛逼的就是有一天我60多了，对吧，我在家里边躺沙发上或者轮椅上看电视，他妈中国队里边有好几个是足球小将的，这不就得了吗？人生不就这个辉煌吗？还能怎么着啊？对不对？这不就最牛逼的事儿了吗？我能想到最牛逼的事儿，不就是在轮椅上跟你慢慢变老吗？对吧，慢慢聊吗？就这个意思，是吧？你别给我问问题了。刚才范志毅提问什么？你足球小将，你们不要问范志毅，你问他，他知道他也不会说知道，就这么简单。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我们是民间的，我们是土匪游击队。你问他们一个皇军，你知不知道那个村的有还乡团？他能说知道吗？他就说知道，他能说什么呢？他说很好，那个还乡团非常棒。比我们这正规军都弄得都有声有色，他能说吗？你就别问了。我感谢你们，但你不要问专业人士啊。要问你可以问杨晨，有一天你碰上杨晨了，你问他说，杨指导，你对中国足球小将有什么看法呀？他可能会跟你说。有一天你碰上程耀东程指导了，他会跟你说。你碰上吴磊了，可能他能跟你说两句。你剩下的他没，大家别接触过，不聊的，你问他有什么用呢？你不要问了，好吧？不要问，我做的事儿也不需要范志毅、郝海东来认可，明白吗？我也不需要，他没有他没他，我也得干，对不对？他说好，我也得干；他说不行，我不也得干吗？何必呢？我在意他们干嘛呢？是不是？就像他们也不在意我说他们郝海东还能活几年，他在意吗？他不在意。啊，我说范志毅为什么没当上国家队主教练，他也不在意啊，这东西无所谓，好吧，就自己说自己的就完了，对不对？就当初我们去四川的时候，那个四川那两个国脚，退役的国脚，那看我们的时候，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呀，这是，没想到赢了，赢了才能说你好，能吗？不能。我不跟你说了吗，人的特性嘛。而且中国还有一些圈文化，对不对？你比方说在一个圈子里边，他俩本来不对付，但你们圈外有一个人，他俩联合起来弄你，哎，这不聊，好吧，这就很正常，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就完了。
谁也不是靠谁的，对不对？你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这都是很正常。我就说你的问，就算有很多球迷，我能感谢你们，你老动不动你逼，你好像逼着人家必须得表态，得支持足球小将，你何必呢？你那么做，你以为我感谢你吗？我真不感谢你。你有那功夫，你还不如买两袋瓜子呢，好歹也是个支持，对吧？你别老四处给我招黑了，行吗？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走就完了，好吧？对吧？我要听拉拉古笑，我早不做庄稼了，对不对？当年有多少人说足球小将没用？你干嘛呀？你这你挣钱吗？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费这劲干嘛呀？对吧？有多少人要那这事儿要好干？那么多人就不干了，就我怎么就轮到我干了呢？比我有钱有的是，比我有名有的是，怎么就我干了呢？他们怎么不干呢？因为很简单呀，没好处啊，没看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包括有些正规军的，比方说这个足校那个足校的孩子家长，他也看我们也不顺眼，也不顺眼，因为他觉得他孩子进的是皇军，对不对？他觉得你们这个，但实话说，那你看呗，走呗，对不对？往下走呗，咱们看看呗，对吧？反正我们现在在北京，我们在清华附中，我们每年都出国，我们看呗。孩子反正至少是得到了这种最好的教育，也没花钱，对吧？你说那家长还得花钱，你不也得花钱吗？你陪着不花钱啊，不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一年来到北京，相对来讲每个家庭都比较稳定，孩子都在进步啊，我们呢也打了伊斯卡杯啊，奥地利世冠杯，包括精英杯，是吧？广域星空杯，是吧？国内呢保持全胜，对吧？日韩同龄全胜啊，然后呢输给了皇马啊，然后呢这个奥地利世冠杯点球水了桑德兰，没有进四强啊，包括这个安居克杯啊，两个小负吧，一胜一平一负。就正赛，然后呢就2-3输给了这个1-2输给了西班牙人，遗憾就一个球，否则的话也能争冠军，所以呢能有的打，对不对？两胜本菲卡，是吧？1-2西班牙，0-0米兰，2-3米兰，这都能打，不是说打不了，对不对？这比分在这呢，对吧？所以呢总体来讲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德国的托比，但是托比现在已经是失联了啊，托比本来说应该回来干完最后一班岗，但是呢现在这种疫情他也不用回来了，对吧？不用回来了，就此就别过了啊，就是我们也不见得说有足够的时间和场合机会再搞一个什么欢送了，也没有了，对吧？因为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集中，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勾画着疫情过后中国足球小将的发展。但是坦白说呢，今年因为这个特殊的一年，我们的很多计划被打乱了，包括冬训的计划，包括出访的计划都打乱了啊，所以整个上半年呢大概其只能完成一个真人秀的拍摄，09的10的11的到底能不能出去很难，现在目前来看很难啊。你比方说5月份的比赛，那时候疫情刚结束，你要是意大利人，你让我们去吗？你欢迎我们去吗？我们去了之后，我操，那帮人可能怎么看我们，村里的狗怎么看我们，鸡怎么看我们，鸭子眼里我们是什么，对不对？这都是孩子，是不是？打我可以，打孩子们。所以也许这上半年就只能是闭门造车了啊，闭门造车啊，就是埋头苦练吧。我操，反正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能预感到，就是这个暑假不是，我能预感到，就这个特殊的疫情期间啊，我就通过我的感觉和这些家长们传来的这个视频，我愿意相信其中有3-4个孩子会有非常大的飞跃，在个人能力这方面有3-4个啊，包括09的和10的有3-4个。所以等疫情一过，我们2天的恢复，然后找一周末，我们就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各级梯队的南北对抗赛啊，现场直播，好吧？抖音也开，一直播也开，现场直播，让大家看一看这些孩子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自我约束
自律啊、自我奋斗啊、付出到底有什么样的成效啊。其实我一直认为，在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讲，包括企业机构个人，2020年的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有可能会成为某一个企业、某一个机构、某些家庭、某些个人的分水岭。因为那些真正的自律的啊，没有把这一段大好时光完全荒废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终将有所收获。而得过且过的啊，然后缺少自律的自我放任的、头脑放空的啊、时间浪费的，那么你这两个月就落下了。有道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真的。你就说这个初三的高三的这两个月，你说在家里边上网课，上网课你真正认真了吗？下课你学了吗？平常你自己思考了吗？那么这两个月对于参加高考的孩子来讲，参加中考的孩子来讲，这是致命的两个月。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模式，因为新的环境，没有老师，没有约束，那么看谁自律，这样的人可能这一波人才反而是未来有可能是真正的出人才的一个年龄段，真的。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一段的所谓的淬火，和经过了这一段的打磨，那些可能缺少自律的人，他自然的就下来了。而自律自强啊，自主，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未来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人终归是懒惰的，人终归是想更舒服的活着，但是终究努力是一件要付出辛苦的事情。终究我们习惯于被别人督促着，所以那些自主自律的孩子，他们的未来将会因2020年的这一场我们不愿意遇到但又遇到的疫情，给予他们最强大的一份向上的动力和一份收获，好吧。瓜子儿介绍一下，不用什么介绍，你就买吧啊！你爱吃瓜子儿，那你就会喜欢，你要不爱吃也没有意义，好吧。好，下车，下车了，朋友啊，下车了，下车了。这个周末我还要去解说两场比赛，还有英超，有什么？然后想到欧洲杯呢，我会有一些节目啊。然后应该那个真人秀，如果顺利的话，是在江苏卫视播，在6月份，啊，中国足球小将的真人秀。这么高啊，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
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太晚了，这首歌很老了，这是这个姜育恒的，啊，起高了，是起高了，不是起高了，是因为我说了两个小时话，你明白吗？说了两个小时的话，再唱他也唱不了了，所以我只适合于那种低沉的歌。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五彩辉煌的夜晚，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会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今天我们没有财富，至少可以相互拥有。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可是你我都已知道。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飞到天外的天。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属于自己，我们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路将绝不后悔。这歌太老了，是否那就是你埋心里的爱？不知从哪天起，不知道哪年止，你总是无言等待，无言地等待。我早已经明白，但我却难以躲开，只因你无言不说。难摆脱你无言的爱，难承受你无言关怀，只有我知这个苦涩的大海。这歌有人听过吗？明天你是否会
的心藏在蕊，藏在蕊中，红白花期都错。你们周华健呢？哦，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行了，休息休息。